第一章，饕餮吞天，只是传言。四兄中的饕餮好贪食，无所不吃，举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他都吃，毫不知节制二字如何书写。巨大的胃囊，填也填不满，装也装不完。被饕餮吞进腹中之物，从没有吐出来的潜力。一方面，饕餮巨胃如同另一方天地，一日一落入其中，由此跌入茫茫大海，分不清东南西北。若想以蛮力将饕餮的胃打穿再逃出去，更是笑话一则。饕餮那只凶兽刀枪不入，全身上下被金刚不坏之力所保护，包括他的胃。问他为什么会知道得如此透彻，仿佛自己曾经到饕餮胃里一游。他是呀，而且到目前还是。穷奇拖着粉腮，绝望地叹呀叹，红唇不住地溢出短须。他捶打粉色胃壁，打累了，现在瘫在一旁休息喘气，无趣地拿自己的长拳发在星星玉指上绕圈圈打发时间。被同为四兄的饕餮吃进肚里，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时日，此处看不到日升月落，分不清白昼黑夜。他还没被强酸胃液融化掉，全赖自身修为及法术，换成寻常小妖，不到半个时辰就在酸液大池里融得连渣也不剩。他是大妖，没这么简单让饕餮消化吸收，暂时，只是暂时，谁也不敢保证几十年几百年后他仍能安然无恙。不过幸好此时有人作伴，呵呵。美丝丝的眸往上方挑去，在昏暗胃囊里，眼前除了单调的暗红色还是暗红色，偏偏有一团白光飞于半空，像颗耀眼金乌似的，散发着明亮，那么格格不入，又那么的引人注目。白光中央有位天人正闭眸凝神，双手结印，白光源自于他身上，淡淡的琉璃青光包围其身，衬着洁白的发、洁白的衣及白净脸庞。如果不是此时还隐约听见肠呀、胃呀蠕动的声音，他会以为这里是哪座宁静仙山的山顶。他抿抿唇，故意挖苦他，都被吃到肚子里了，省省吧，找块食物残渣坐下来陪我聊聊。别念啥经修啥佛了，成天念念念，也不能把他们两人给念出饕餮的胃囊呀。脆不理他，沉默是他的回应。阅读，他嗔声，讨厌自己唱独角戏，饕餮胃里只有他和他，他又老是闷不吭声，害得他觉得很无聊。你静下心来，便不会如此浮躁。他终于开口，谁还静得下来呀？我们现在在饕餮胃里耶，弄个不好，你这只天人和我这只凶兽就要被臭饕餮给融掉，成为他的血肉和肥油。穷奇越说越气，又抡拳捶打胃壁一记。难不成他以为两人是在哪处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好地方吗？他可无法像他，在这种鬼地方还能既来之则安之。你干嘛又不讲话，回答我呀。他的声音在庞大的胃里回荡，回音嘹亮。静下心来，你刚才讲过了啦，就不能换个新词儿吗？例如我帮你一块儿打穿臭饕餮的胃。
正因你心绪焦躁，我才必须重复提醒你。阅读平淡的应声，眸子始终未曾张开，说的仿佛全是他错。好，老古板，就是老古板，闷死人了。琼琪撩撩细卷长发，轻哼道：万一我们永远无法从饕餮胃里出去，你还能这样冷静吗？若如此，也是注定。你会成为第一个被饕餮吃掉的神，而我会变成第一只被饕餮消化掉的凶兽，我们两个都会成为永世流传的笑柄。他才不要沦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无妨。你无妨，我有妨呀。琼琪不满自己得仰头看他，干脆飞旋到半空中与阅读平视。他真气他的态度，从被饕餮吞进来至今，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也不和他认真商讨出去的办法。凭他的法力要出去不是难事吧？他都有本领分混沌打逃无了，要轰烂区区一只饕餮有啥困难？上天有好生之德，阅读说，都被吃掉了还跟他客气什么？饕餮都不顾他和他的死活，他还管饕餮有没有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吗？琼琪腾空坐在阅读旁边，才想轻启红唇数落他两句，外头却先一步有了动静。耳尖的他听见胃外传来声响，很耳熟，最近时常听见，次数频繁的连他都想大喊一句：饕餮，你太聪明了。相信耳力比他好的阅读也听见了，但他还能维持这副平静无波的神颜，他都快拍拍手鼓励他的不动如山。哼，小刀来玩嘛。饕餮调戏男人的嫩嗓声在胃里共鸣，啾啾亲吻男人颈子的声音真响亮，叫人听了脸红心跳。重色轻友的饕餮就是为了那把小刀才会将他与阅读吃进肚里，因为阅读要阻止饕餮施展逆行之术，倒转时空回到三年前。老古板的阅读无法纵容有人一次又一次逆天而行，而饕餮的决心也很坚定，一神一兽僵持不下。最后饕餮趁人不注意恢复原形，张大嘴将阅读吞进阅读中。他穷奇倒霉站在阅读旁边，被大舌头一并卷进来这里。好，真好，饕餮和小刀现在快快乐乐地玩着床上游戏，他和阅读困在胃里，听他们吟声艳语耍肉欲。小刀，我最爱你。恶心够了没有？哼琼琪捂着耳，不想听这种没养分的字句，但是无论多用力地捂压双耳，隐隐约约还是听得见外头甜蜜到足以腻死人的呻吟和唇舌交缠的嬉闹。他偷瞄阅读，他依旧闭目，对飘进耳里的嗯啊啊不知是假装没听见还是充耳不闻，平静的容颜始终如一，连呼吸都没急促半分。他好奇起来，盯着他好半晌，外头声音已经变成断断续续的喘息，进入精彩部分，但他不理会，全盘注意力都挪到阅读身上，想看清楚他会不会因为此时此刻令人尴尬的情况而突然脸红，或是露出一丝丝窘态。若有，那就太有趣了，他等着要看了。
阅读鲜少有情绪的脸庞非常清瘦，白色长发如飞瀑泻下，它白得好干净，白得好脱俗，白得好似任何一点灰尘也沾染不上。它五官端正，眉眼鼻都伸得极好，拼凑起来更是俊秀无比，一眼就让人觉得他正气凛然，不是虎背熊腰的粗犷气势，不是严肃刚直的死板，而是一股浑然天成的善类味道。是不是神族都像他这般，他不确定，但看多了妖魔界三头六臂七手八脚外加青面獠牙的妖物，阅读特殊的让他印象深刻。神在面对七情六欲时，是否真能无动于衷？呵呵，他才不信。雄奇等呀等，阅读于空中盘脚静坐，连根白色睫毛也没颤动过。越来越激烈，连两人脚下一望无际的惠酸池都掀起惊涛骇浪，胃中世界与外头一样天翻地覆，快乐得不得了。穷奇不眨眼，不想错过阅读变脸的任何蛛丝马迹。没有，阅读完全没有变脸，像个聋子般对于响彻周遭的床地浪吟毫无反应。阅读啊，穷奇想试试他是否真的聋了。何事？没聋呀，听力很好。外头在干坏事耶。他指指上方。非礼勿听。你不觉得听了会脸红心跳呼吸加快吗？连他这种坏胚子凶兽都听得耳根子发烫哩。静心嘈杂便不入耳，心绪便不浮动。他还有闲情教训他。我也不想听呀，但他就是传进来了嘛。听听饕餮玩得真凶，那一把小刀不知会不会被他榨干。我还以为他只顾吃呢，想不到他也是只淫兽。穷奇说起来酸不溜丢的。食色人之大欲，万物既是阴阳自有其理，天地阴阳造就日与月轮替，人分阴阳，兽分阴阳，因而生生不息，繁衍着生命。你何须指控饕餮？满口大道理。穷奇抿了抿红唇，故意捉他语病，又坏坏地笑了。言下之意，你这位清明圣洁的神，对于内党时也保持着理所当然的态度。那么阅读，你也很常与人阴阳调和呀。他在挑衅，打发困在饕餮胃里出不去的窝囊鸟气。他啧啧有声，连连摇晃琴手，手肘做势要顶顶他胸口，一副与他哥俩好的样子。满天庭全是些娇滴滴的天女，一个比一个更美丽，一个比一个更纯真，很补吧。真好奇阅读在情欲高涨时是啥模样，他无法想象，因为他太干净了，干净到无法将欲望套在他身上。他会像此时外头隐约传来的男性粗喘声，沉着嗓重重吐纳着亢奋和欢愉，还是会像此刻饕餮口里高吟着小刀啊不要这么你一般放纵贪欢。阅读终于张开眼，附在蛋白长睫下的眼瞳是浅浅颜色，
像琉璃般清澈，与他乌黑如墨的瞳仁色泽迥异。他明显的蹙眉，赏他一句：“思乡无悔。”干嘛？你能做，我不能说。他哼了声，满嘴胡言。是你自己先说什么阴不阴、阳不阳，什么繁衍不繁衍的。他说行，他说就不行哦。人比较大伟，凶兽比较小伟，就没人格嘛。子虚乌有。面对外面浪荡声响毫无表情的阅读，在他的指控下有了情绪，两道淡色眉线在中央堆积出淡淡皱褶，浅眸里带着稍稍不悦。琼琪骄傲地抬起尖细下颚，他承认自己是胡说八道，朝他身上乱扣罪名，目的就是要看他翻脸。虽然成效不大，但仍是有少少收获。嘿，我看你明明就一副老手的样子，才会对饕餮正在做的那档事无动于衷。他才不信啥静不静心、非礼勿听，他一定是经验丰富。阅读不想理睬他，睨他一眼后就将眸闭上，不看他。心虚了。他还在调侃他，以此为乐，消遣在饕餮胃里的闷气。他连应声都懒。阅读。陪他拌嘴了，不然在饕餮胃里好无聊。琼琪从他身旁挪到他面前，怀上金铃叮叮响着，红纱飘飘抚过他搁置膝上的手背，轻柔料子软如云絮，更软的是他纤白细致的玉仪，葱白食指爬上他脸颊，钳制着他，逼他再度张眼凝视他。琼琪媚甜的嗓咯咯笑道：“哼，这儿只有你和我，我口风紧，不会将事儿说出去，你就稳端出圣洁假象，让我瞧瞧你的本性。”他见多了衣冠禽兽，无信世上有言行合一之人存在。阅读没开口，任由他捧着他的脸庞，他靠得好近，说话时气息喷吐，带着胭脂香味，丹红色唇瓣因为说着挑衅人的坏话而微微裂扬，露出雪般白皙的珍珠贝齿。这只凶兽有着最艳美的外形，最娇媚的嗓音，让他想起招摇之山上所长的金湛花，剧毒之花。金湛花形似牡丹，大小却仅有牡丹三成，茎叶柔软攀附着乔木，或斑红的石虫瓣包裹着珠蕊，蕊上凝聚着晨露水珠，看似美矣，实际上那数颗水珠是金湛花自身分泌的毒液，一沾上毒入骨髓，死路一条。它像金湛花，身段软，外形美，额心镶着珍珠，犹如金湛花蕊上凝结的液，圆润珠亮却毒。老是假装自己高高在上，很累吧？当神多辛苦，见到讨厌的家伙不能一掌打爆他的脑袋，看到不顺眼的事无法口出恶言啐骂，非得端着无私无欲无求的嘴脸扮演世人眼中至高的神祇。现在在饕餮胃里有啥好装的？他边说边在他五官间游移着指腹，划过他的眉，他的鼻，更刻意徘徊在他唇上。他的唇薄，人类说薄唇无情，他一定吻合这种说法。
正因无情，才能用最淡漠的眼光覆逆世间，才能对于生死看得透彻。你偶尔也想离经叛道，试试室外的滋味吧。他的唇几乎要贴在他耳上，呵笑的气息撩拨他鬓边白发轻轻飞扬。他撅嘴忽地吹口气，要这严谨天人为此酥麻。阅读的反应仅仅是觑着他，宛如在冷眼旁观他作戏。粉嫩的唇从他鬓边挪移，往他挺直鼻梁去，嘴上胭脂在所到之处留下痕迹，那色泽像极了金盏花的蕊艳。你偶尔也想近女色，试试放纵的快意吧。这一句话他贴在他唇心问，问完也不给他回应的时间，镜子将他的薄唇纳入檀口中品尝。这个吻带着恶意，他想看阅读慌了手脚，他想看阅读神容失色，他想看阅读被欲望操纵。灵活的方软小舌钻进微抿的薄唇，划过整齐牙关，撩动他的舌，汲取他的味道，似唇交如，避免不了的暧昧响声从最亲密交缠的唇齿间传出，热辣辣的让人听了骚红。脸红的人只有他，气息凌乱的人只有他，眸光迷蒙的人只有他，有所反应的人也只有他。阅读静静的任由他在他嘴里翻搅，他的舌纠缠他时他不闪不躲，他吻得好卖力，他一贯的淡然，浅色的眸连一丝丝深浓也没有，凝视着他七情不动。他生气吻得更使劲，故意咬破他的下唇，葱白鱼仪弄乱他的长发，指腹缠绕几增亮白银丝，涂上扣丹的食指突兀地在白发间穿梭，他唇上的胭脂几乎全喂进他口中，他吻得他满嘴鲜红，唇印子四处散布在他唇际。没了，他喘吁吁地离开他的唇，胸脯随着用力吸气而波涛起伏，他方息混乱，反观他仍是一派淡定，与被他亲吻之前哪有什么差异，只除了他额上唇上有胭脂停住，证明方才的吻是确实存在，而不是他胡乱妄想出来的坏念头。纯白的他头一次有其他颜色加注在身上。你怎么动没有反应，我这样吻你，你好歹也该。他仍在急喘，明明采取主动的人是他，进行攻击的人是他，有主控权的人是他，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居弱势的人也是他？他在他清澈如镜的眼眸中看见自己双颊绯红，看见自己双眼朦胧，甚至看见自己腿软的伏在他身上的狼狈。吻你和吻山吻水吻花吻草吻石块是同样意思，万物在他眼中不存在差别。你拿我和石块比？石块有他婀娜，有他娇艳，有他前凸后翘，有他技术高超吗？他这话太伤他慈威了。
实话实说。月渡这一回不仅是闭上眸，他的身影瞬间化为云烟，让他的攀附落空，差点从半空中摔入胃酸大池灭顶。月渡，你别走，你给我说清楚。穷奇气得哇哇叫，半空中只剩下他一条身影，他急急降落，追着那道白烟消散的方向去。小刀，不识相的爽快呻吟此时此刻又钻进他耳里。吵死了啦，嗯啊个没完，烦不烦呀？小刀就是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好吃啊。穷奇额边冒出青筋，恶狠狠地朝饕餮胃壁上送出好几脚泄愤，换种说辞叫迁怒。凭什么他被阅读评为吻山吻水吻花吻草吻石块是同样意思，而饕餮却可以吻得欢快淋漓？天理何在？不对，天底下才没有天理，否则美艳如他，妖媚如他，那会受此侮辱？小刀，我肚子好痛好痛，一定是穷奇又在听我了。哼，你死好，我不快乐你也别想快乐了。穷奇认识阅读的时间算算已经非常非常漫长，在他还不是四兄穷奇时，他就与阅读相识。那时他在无数污浊碎烂的瘴气中成形，环抱着他的是一道道名为怨恨、仇视、妒忌、愤怒的黑潮。他在一处隐秘谷底凝聚出形体，意识大部分仍处于混沌虚无，已拥有视觉、听觉和些许记忆。就是他吗？将会成为四大凶兽其中的一只。没错，我掐指算了，正是他。好艳的妖。此时氤氲在朦胧烟尘中的鱼体赤裸无瑕，玲珑曲线若隐若现，长发随着波潮飘动，滑落锁骨、胸口，姣好的面容春华映水。他被一来一往的对谈声吵醒，眯着还好想睡的眼抬头，从一片灰蒙蒙的气流中看见站在他头顶数尺远的四个年轻男人，他们全部飞腾于半空中，对他指指点点，四名修行中的小仙人。师尊说了，四兄将会扰乱天罡，他们无法转化驯服，也不具慈善之心，却拥有强大的邪恶力量。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在四兄仍未成气候之前将其毁灭，如此一来也算为世人除害。师兄说的有理，和我们四人之力应该能驱散谷底所有瘴气，一旦失去瘴气加持，这只凶兽便无法成形。其中三人同时颔首结起手印，准备要迎念普修卫的仙咒，他有活下去的权利。三人背后一名黑发少年道，嗓子好轻却不容忽视。咦？三人转手望向不合群的小师弟。阅读师弟何出此言？他虽然会成为凶兽，但他的岁寿将会非常漫长，他必须活下去，不该因师兄们的阻碍而消灭。阅读师弟，你在胡说什么？
既知道他是凶，他就不能存活。你没有算出来，未来会有多少神灵残于他的阴痕挑起的战火之下。我明知如此，还放任他壮大，就等于与他同罪。此时杀他，等同于杀害一条无辜性命，这与仙尊所教导之道全然背道而驰。阅读年轻的容颜上有着沉年老成的气质，面对年岁及资历都长他许多的师兄们，亦不见惧色，嗓音依旧平缓的陈述。现在的他没有抵抗力，没有思考力，甚至连杀伤力也没有。我们凭借着哪条罪名伤他？就凭以我掐指算出他会为恶，所以他该死。杀一人救千人，才是对世人慈悲。你此刻对他慈悲是罪过。若将来世间因他而涂炭，阅读师弟，你负担得起如此骂名吗？救一千个人与救一千零一个人，我选择后者。生命不该被放在天平秤上衡量谁多重谁多轻。你想救这只凶兽？不是救，是他犯错之前，他就是无罪之身。阅读师弟，之前两只凶兽成型，他们暴力的力量你我皆见识过，我们来不及在他们凝形之前毁灭他们。现在眼前这只雌兽仍脆弱，万一错过此时，日后怕会悔不当初。三师兄想说服阅读，不希望他与大师兄为了区区一只兽而争执。我掐指算出的那些未来，谁也不该改变。上天已经写下的命运，企图扭转它便是逆天。例如，这只凶兽将在3000年后咬死一名暴徒，恶徒命中注定因他而亡。我们在此时打散他的瘴气，3000年后，那名暴徒将不会遇见他。你们知道会有多少人因此赔上性命？阅读淡淡问道。三名师兄闻言立刻动手指，一掐一算，糟糕，那名暴徒凶狠无情，烧杀掳掠，恶事做尽，他若不死，前前后后还会多杀523名小老百姓。阅读竟然已能算到如此长远，他的法力莫非早已胜过他们许多？523条不该死的性命，如此骂名，你们要担吗？他听见名唤阅读的少年平静地反问三人，问得他们脸色铁青，说不出任何反驳字句。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黑发蓝袍，清俊的脸庞已见神威。他救下他，没有让他被三名小仙人弄散。多年过去，他的法力越修越高，外貌却越修越白，发色、袍色、眸色都像覆上飘雪一般。他已经忘记是哪一年见着他时，他白得让他吓了一大跳，若不是眼神没变，五官没变，嗓音没变，他还以为是哪个顽皮家伙以阅读的模样堆出一尊雪人来。阅读，你发生了什么事啊？他那时愣愣地问他，阅读没回答，他径自演绎出一套猜测。是金雷那只混蛋做的，对不对？那家伙最爱吃颜色，上回我赏红赏得好好的，他竟敢将七色彩虹吸得连渣都不剩。我去找他帮你报仇，点到他吐柴还你。急性子的他匆匆来匆匆去，话没说齐，
火红蛟影已经闪走，点完惊雷再回来，带回一脸困惑及方才卖力打过人的汗水淋漓。惊雷说，他没胆吃掉你身上的颜色呀。也对，惊雷那种小妖哪可能打得赢你。你是怎么了？头发怎么变成这种白惨惨的颜色？他忍不住伸手去摸他的白发，他没闪避，仍是闭眸静思。发色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你黑发的样子看起来比较没有距离感，现在白得像朵云，他最讨厌云了，摸不着也抱不到，明明看起来又蓬又软，却根本没有实体，虚无缥缈。你又伤人了。月毒闻到他身上的血腥味，淡眉虽没蹙起，口吻中却有责备。琼琪将手藏在身后，急急用衣袖擦拭掉爪子上的铁阵。怪哉，他明明已经冲洗好几回了，却还是被他闻到。他的鼻子是狗鼻吗？刚刚打了惊雷几拳而已。真的，我只是打他几拳。他知道他不爱血腥味，而他也不爱带着血腥味来见他，因为他会被念到耳朵流脓。果不其然，他张开眼后的头一件事便是银咒束缚住想逃跑的他，逼他乖乖盘腿坐在面前，用他听过太多回的长篇大论劝化他。向来寡言的阅读在这种时候却会变得相当健谈，那些仙佛挂在嘴边的好生之德、七级浮屠，只会让他听到打盹。而最后他确实也是在他说教的中途就不知睡到哪个仙境去了。这种情况很常发生，好似有着某种已成为默契的规律。他找上他，做些小恶小坏的事儿来惹得他开尊口训诫他，再将他沉稳具有安抚效果又酥骨的男嗓当成摇篮曲，让自己睡场好觉，醒来之后神清气爽，如同此时他在饕餮胃里使坏地挑逗他、吻他，离阅读丢下他径自消失不见。他以为他自己从饕餮胃里离开，弃他于不顾。他有些急，有些害怕，因为阅读出得去不代表他出得去。万一阅读真的不理他，他的下场绝对凄凄惨惨。就在他又嚷又叫，泪珠快在眼眶中打转之际，阅读又出现在他面前，领着神言长篇大论重现。这回由好生之德改为洁身自爱，念念念念，念到他又赚着一次好命。只是这一回他怕他又闷不吭声地走掉，先手抡紧他的衣袖不放。阅读没有睁开他的羁绊，他早已习惯这样的情景，无数无数次，从千年前开始，他与他就总是如此。他挨在他身旁睡得毫无防备，这只凶兽离经叛道，这只凶兽骄恣妄为，这只凶兽听不进善言慈语，这只凶兽毫无耐心，这只凶兽像个孩子一样爱玩任性好动，名副其实的小霸王。当年阻止师兄们毁掉他，不是个错误的决定，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一举一动皆在他掌握之间，他放纵他却又不容许他放纵过头。他本质里没有良善因子，却也没有变得更坏，至少他不允准他误伤无辜人的性命，
他必须做到，否则当日用来劝退师兄的誓言就会成真。他恶心的珍珠散发着柔和光泽，他是他亲手所镶上，许下之日，也就是他犯下重罪，他不得不制裁他的那一天。兄弟，你千万别让我动手摘下这颗珍珠。阅读淡然的嗓音，沉缓难当，食指划过圆润的珠面。